第三道海泉国小，第四道大隐国小，第五道新生国小，第六道三星国小，第七道湖山国小，第八道竹安国小。好，目前暂时取得领先的是新生，三军第二的是凯源。新生、凯源、大隐。复兴国中陈玉豪同学，请到司令台。好，现在进入到最后半，进入到最后100公尺弯道。啊，暂时取得领先的是新生。好，冠军第二是大隐。好，明天出发。现在竞赛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男童一组800公尺接力计时决赛的第二组。好，进入第二棒，目前暂时取得领先的是韩浩，冠军第二的是洪乐，好难。现在进入到第三棒，哦，竞争相当的激烈啊！好，这一组的前几名互有领先。啊，目前暂时取得领先的是韩浩，冠军第二的是壮回。好，目前最后棒，最后50公尺暂时取得领先，还没拿到冠军第二的是庄维，紧追在后的是洪乐。好，这一组第一名的参考成绩1分58秒72。